富城碗底有两撇步，一撇步煮食有手咯，一撇步来画鸡仔咯。这里下速度，因为这个是软的边，看下要留一个。没有，我怕我这个应该碰到会不会？没关系，可以因为我没有支撑点，怕不好画，而且我又老花眼。看起来很年轻哎。那个老花很严重哎。好的，刘先生，让你接。我老花很严重，我真的怕我会画到旁边去。你给你可以把你写，他们很会，他们很厉害。这边。两个看两个碗底啊，三十啊，还有几个三十一啊。还是那个位，哎，可以吧？哎，再多画个三栋好了。好。就是这一排。好。今天不要紧啦，今天不能开了。嗯，行了。